美丽华旅运五天之旅。第一日冇咩行程，机场去酒店，咁入住呢间酒店，呢、這个酒店就觉得麻麻啦，就好旧嗰啲嘢，同埋啲洗手间啊、厕所管啊都松嘅，咁我都要求换咗一次房，咁叫 inside hotel 啦，咁呢间房啦，咁呢个外貌啦，啊呢个早餐啦，日日都嗰啲早餐。第二日個行程就好豐富嘅，去獨立廣場啦、生命之河啦、鬼仔巷啦、國家皇宮啦、睇呢個螢火蟲啦、睇埋呢個藍眼淚啦。咁而家呢個就係獨立廣場啦，都好大嘅。呢度生命之河啦，呢度系鬼仔巷，其实都系冇咩睇嘅，都系行一阵间吓。一隻街行完啦，咁呢度咧就加插一个购物点啦，呢度有商场啦，咁呢个国家皇宫啦，啊睇呢个皇宫啊。咁而家去到码头，准备坐船出去睇萤火虫啦。咁啊，一点点咧就系睇到吓。咁呢个就系呢个蓝眼泪吓。咁啊，揾个渔网来捞，咁就见到啲咁嘅蓝色嘅光咯。咁呢度就系自己去睇呢个除夕倒数啦吓。第三日的行程就去御沟博物馆、黑风洞、双子塔、吉隆坡塔、林明记手信，还有去夜晚吃这个 K88 的 food court 吃东西。有两个购物点，这个御沟博物馆和这个林明记都是购物点。加插行程就去这个看这个吉隆坡塔。
咁去完雙子塔之後咧，就去過呢一個 K88 嘅 food court 嚇，我感受就麻麻啦，因為啲嘢好似好污糟咁樣嚇。咁第四天嘅行程咧，就去到首相府啦、粉紅清真寺啦、太子城啦、太子廣場啦、馬六甲豬仔碼頭啦、馬六甲運河啦、雞場街啦、聖保羅教堂啦、英雄廣場啦，咁夜晚就翻呢個迪神港，咁啊住呢啲咁嘅水上屋啦。咁啲水上屋咧都覺得都好污糟啊，入邊都唔係好清，唔係好乾淨咁啊，同埋好陰森啊，好似好驚咁啊，啲燈光又唔同顏色。
好啦，咁啊就住啲水上屋啦。咁住完瞓醒咧，第五日咧就去翻一間歐力啦。咁就結束行程。